这次二级呼叫一级。我也没有上交。这是杨记呼叫罗伊。是罗伊。这是杨记呼叫罗伊。罗伊。嗯。请问飞行编队几节？灯，我在地图上有标示一个黑点，黑点告知一下你的驾驶蓝山，然后飞行编队。是时速110至150，是我操作。操作时速110至150，请问高度？高度采取随机应变变化。操作。这只机还没操作到，还没查收到目标点 A 点位置。请问 A 点坐标？什么 A 点坐标？你刚刚有说你有标记一个什么 A 点啊？没有，我说在地图上标记一个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个。一点一点，操作。黑点。他是说黑点，不是 A 点。就一个黑点。都要黑点啊，要黑点的 A 点。而且我发现航母有诅咒哎、欸，我们没有装航母。哦，讲错了 ，LHD。这里是空中单位，再次确认那个地面单位。我们第一机是垂降至屋顶，对吧？从屋顶是？第一机将是垂降至屋顶，对吧？两个灯，机上你如果屋顶可以垂降就垂降，如果空间太小就垂降，如果空间够大你就直接降落。放一队下去之后哈、哦，放再第二队放到地面去。那我恐怕得跟你讲一个坏消息。怎么样？直升机上面没有垂降的选项。好，那就尽量降落。屋顶空间不知道够不够大。可是我有哎、欸。我这台没有。你叫你乘客看有没有。有。有。哎，那就应对大家放绳子。ETA 20秒。自由开火，被攻击再开火。我看到屋顶上有目标。哦，前面都升起了。屋顶有，屋顶有。对啊。我回报，那个屋顶上面。我们直升机好像敌方受损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我还没说放水了。不是我放了，不是我放了，他们自己放了。使用可以自由对大楼里面。了解，那前面那些迷宫是否可以垂降？对。我现在垂降。开启那个装置，垂降那个装置。有，在这里开启。放绳子。哎，家人们。Go。等一下，让我失去控制。这是蓝光呼叫法兰克。直接降落算了。蓝光呼叫法兰克是否可以更改计划？直接让两队直接在屋顶上降落。听不太清，你要大声一点，这样很直。请拉高，请拉高。拉高，法兰克，那个拉高高度，可以走了，高度至少保持了100。绳子还没断，绳子割断，大楼外全部都是敌人。割。不是，帮我往右打，帮我送到右后面去，另外一边。来不及了。你要送到正门是不是？帮我送到正门的后面去。你先帮我送到门口就好了。
找地方降就好。飞高一点。飞高一点。你要我降落，要我飞高。对，就是降就好了。别降落。我在那边降落啊。我看到飞行家，我看到科学家，我看到科学家。注意靠，注意靠，注意靠。释放威油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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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降降降。罗伊罗伊，注意，我们刚好被飞弹锁定。这个我们九点钟。大姐。他刚机上就讲那一克拉克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来检查一方位上。刚那个飞弹大概，飞弹锁定大概是从一方位来的。刚刚讲说科学家在 ES 方向的那个角落那个房子里面，各单位注意，我们的目标在建筑物的东南方，东南角，东南角。回报指挥官，我们发现科学家军官已经死掉，军官已经死掉。嘿嘿，说杀的，尽快找出弹药，准备炸，准备拆除。对啊，杀了军官会坏事。询问他，直接询问他。我忘记了。你开始去。哎，这是友军吗？还是敌军？敌友是友军吗？我不确定。小姐，我看到二机好像扫一楼了。各通知蓝光，通知蓝光，请问小队带上有识别标记的荧光棒或什么东西，能标记你们的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无法分辨地面是友军还是敌军。我刚看到炸弹的，在外面那个建筑物彩虹色地方。光粉刚无损失，气象可是那个红色亮亮，看起来就像炸弹啊。光粉刚无损失，气象我只有看到一个而已。回报指挥官，我现在将把这个科学家带到楼顶。这是敌人吗？先把科学家撤离。炸弹外面有人，他被人踩炸药。我刚刚可能站在那边，但我不确定他是敌人还是友军。但是，哦对哦，那是敌人。啊死啊死！太 nice。我现在是有两颗哎。哎，这下面红色屋有两个人，我该射他们吗？哎，我好像看到炸弹了。两颗、对，炸弹不射那边。那两颗炸弹。小姐，炸弹会发光。就是告诉大家，这是炸弹，刚才拆。坏人逻辑。是反各通知地面单位，尤其蓝光小队，不要使用 IR， 因为太亮。现在我们有带意识性。现在使用 IR 了，我们会看不到。请注意，炸弹外面可能会有敌人。我是罗伊，我叫杨迪。收到，请说。你们飞行时速多少？请重复一次，什么飞行时速？你现在的时速。你说总飞行时速吗？是说你直升机现在它的速度？啊，三七。看你不会撞到它的屁股。不会了，经验那么好，要撞到也是80%。可是他们如果经验不好，他们会来撞你。我知他突然变。那巡卡都你们找到炸药了吗？剩下不到十分钟了。我还一直看到有血。哦，他是一堆人呢。OK OK， 那个我们这边已经找到炸药，炸药在我们的左侧。我现在已经安排人去拆除炸弹。我现在一个人把那个科学家带到楼顶，准备撤离。看到看到看到敌人，撤离科学家。敌军，你们确定是敌人吗？阿凡，先把炸弹附近的敌军清除。确定。没事。阿飞军，指挥官，我现在已经把科学家带到楼顶。这也是要对这一级请求过去接送科学家。哦！
要我爽。这一次有一个直升机，我叫定位单位。法兰克斯玩的这频道。这一次罗伊，我叫杨迪。抓紧说。你机上法兰克还在啊？应该还在。我应该去接送科学家。行。然后科学家在屋顶上。说，法兰克呼叫你们，把科学家，然后把科学家带在屋顶，我们准备撤离科学家，剩下七分钟。我现在在。哦，我现在已经把科学家带到屋顶，我现在其他小队员去拆除炸弹。好了，带到屋顶去。一起上车。先回避一下。直升机已经保持移动。然后这一次罗伊呼叫杨 T， 刚刚你们听到那个 missile， 它是飞弹 RPG 直接往你这边射，但不代表它是防空导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飞弹，保险的。好的。光回报工作单位，我们工程兵密工范围内，不要再尝试很危险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不要再尝试密工。凡克同志一击。那个科学家已经在屋顶了，接他们走。也是一击收到，进场中。到 RPG。你是中弹。他要地面在洗 RPG 啊。就在中。高拉高点。系统失败。啊，谢谢我们破降吗？没有，我不会破枪。赶快带他科学家。不要把他放到火车枪前面啊！哦，神鬼尊。这也是一级。够，他上机，科学家已上机。赶快先飞起来，先飞起来。了解。一级避免南方，避免南方。Sorry。是南光，上面的兵不要再射了吗？我放到右边，我放到右边。你们上面再射，我们就要死光了。我要继续射吗？不要射。他们被人打，我们就不要射。或许我可以很近的距离，然后是凡克同志，直升机暂时离开你们公寓，太多飞弹了。已经进入了区域了吗？他完全没有回报啊！记住了，你们刚才跳弹打到我三次。你们刚刚回报吗？他只有说停火而已。很多货柜应该没有。右前方围墙旁边，就在围墙外右前方，还在山林线上面，山林线上面。绝对要背那么近，直接给你射啊！啊，我中弹了！哎，快撤撤撤撤！抱歉，这里是空中单位，不太妙，我直升机失去动力。好，拜拜，那我失败，拜拜。你们先撤离。我火车都上来了。哎呀，我乱去。对不起。乱去。我就算是热干啥？我刚已经跟他讲了，我已经进入，不要再射了。你说停我？对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我只有听到，我现在只有听到你说停我。
我就想说我们要进入，我们已经进入，不停，然后跳灯打到我三次，我不想生气，然后最后就直接干掉。看敌人怎么那么多啊！而且他们根本没有防空导弹，他们全部都拿 RPG 射你们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看大门口那边，死一排都我扫。那哦。呵呵呵。科学家在我们机场。然后刚刚的速度也不够让我破解。女仆要求而我也是无奈。是啊，那我要求停火不有停？刚才我进去了，然后豆粉我，他们进去了吗？这件事杀不死。接受问题吗？我现在火气都已经快上来了。对，你可以问小新，我们在你那子弹是跳过来，小新没有打到，我已经被打到三次，昏掉三次，最后直接被 NPC 杀掉。我是那个。他们右手边这一样，靠腰了有一堆。然后卡多他们不敢前进了，因为前进可能就被炸弹射到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刚刚是不是友军拿 RPG 打他们？没有，没有是敌人。他被打掉了。喊到直接把我家人直接叫起来尿尿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办。那真的打得中吗？那是女仆在打吧？对啊，现在被打死。他们还有几分钟？刚才说剩十分钟，应该已经快没了。哎，我看到好多 C4 哦。哪里啊？五个 C4 排在那两个东西中间。对啊，去拆那五个 C4。嗯。便利店应该是找到了。找到了。看他看到那个一下，然后就后退了。然后那个人有个躲在那里，好狗、哦。我要找到炸弹了。哇，那女仆在痛吗？有人在后面。我躲在那个角落，他已经被发现了，飞机没开枪，搞什么？没有。我叫狐狸，点击两个机关。还在那边打你。不是要拆炸弹吗？我怎么那么摆十个 C4 啊？这不是他们摆的，那是原本就有。是你救人？那就是你们摆的、啊，你不要他们拆 C4 啊。对啊，那就是他们要拆的东西。我觉得他们等下被炸掉。我想要他们爆炸、啊。刚想把你很邪恶。话说这个东西怎么排出来的？这个货柜这个东西。应该原本就那个，就是他就是直接按一个键就伸出来那种。我们有这种东西。那你不可能要自己装什么 CUP 的那个？好帅！建筑生成。他们那边还低了。
真的没气死的半条命。是无线电问题啊，不然就是反而更没有听清楚。哦，跟我说的要通过去了，都没听。因为一开始在甲板上面，那无线电不知道怎么没办法互通，结果飞离开甲板一升空，在大海的时候，无线电就正常。那我从头到尾听不清你在那呼来呼去。你要看他有没有听到你啊。我是快杀掉人了，然后到我最后说，他们说什么，然后我就挂了。原因是什么？最后一个跳弹直接打我脑袋，我直接昏过去。然后我就是从一个拿 P A K 的机枪就直接把我烧死。他们的枪手被打死，然后我打没有发现。谁啊？他们先上，先上。好像是法兰克吧，他刚刚被打晕。结果爆炸了，拆掉了。我怎么把他们头上的一些点点关掉？好问题，你好烦哦，超丑了。还是就原本关灯就好，晚点去研究好了。若许，话说为什么最近没有看到小队员的位置？在地上。什么小队员？就是以前都会有个小型的三角形那个箭头，可是现在都不见了。我把关灯拔掉之后，还跟着被一起被拔掉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独立用出来，看我以后有没有那个能力了。别少那个，其实我今天在打第一场任务都有点痛苦。就加强着你的小队员的管理概念吗？以前有没有那种东西？我有啊，以前看得到啊，以前我死啊，他不是第一个死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死。开始就被直升机烧死了。我真的，我们这一开始真的被直升机。不会是我吧？我就在屋角，然后就看到里面一个人，然后他还没看我，我正要准备对他开枪打两发，然后就他头才刚转过来我就死掉，然后后面就看到一光灯在我后面。你知道我怎么死的？人头是直升机。我被该死的豆腐那台给害死。要不要射？不理我。射三发跳弹，连续打了我三次，最后一发旁边一个 PAK， 我就直接死。你还是跳弹，跳弹还不是直接瞄你，他是直接瞄我。那个时候好像只有我们这一集那个近距离靠着窗口扫射的声音，一个自动自己害死了。那这样 ，DW， 你在房子里面还是在房子外面？外面啊，角落前门要走进去啊。哦，好像真的是我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说好一开始平安啊，后面跟我说看不到我就烟雾，但还在这。我一下机就被跳弹，你不是对房子扫，然后我就被跳弹打昏之后我就靠墙之后走绕到前门，看到一个要打他，然后就直接后面就嘣嘣嘣嘣嘣嘣，然后就死掉了。这豆腐真的应该抓进去枪毙。刚才机枪是豆腐在射吗？那不关豆腐屁事。我真的快气死。他是听命令射击，又不是他。可是为什么我呼都没人理我？你快疯掉了！我有听他们讲话吗？我有啊，重点是他们在那边用 A34 扫啊，那声音很大啊。那我自己开直升机，我声音也很大、啊。他们声音好小声啊！他们说什么？